就感觉到现在目前才第二个大汉，因为我都很记得，你看这是24，还有80多公里，目前的状态哈，我感觉到这风要不停止，我就感觉就挺难前进的。天气变化是过了第一个大汉点，过了第一个大汉点，过了第二就是阴天，那时候就有小雨，我就跟着一个穿白穿穿。白那个就是那个衣服的人，他求救的，要我不是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救到这儿，你也不知道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最后的记忆当中就是跟这个男的，我们俩搀着往回走，就是我昨天追我最要害的地方就是冷，就是这个风太大。这个病人入院的时候呢，是意识不清楚，四肢是比较冰冷的，听诊呢，双肺呢是广泛的失落音，目前病人病情依然比较危重。